怎么了？来一日一票老将奖。哎呀，洗洗工。呼。哎，我不要问。真香啊。一个丑娘子把路还给你两个字。哎呀，你瞅瞅，已经看到虾肉了，已经看到虾肉了。哎呀妈！哇塞，太幸福了！这是蒜瓣肉啊，看这小蒜瓣子，哎呀哎呀，这一跟大蒜瓣一样肉，蘸点这个小汤汁。哎呀，你看，它就是一半一半的，一半一半的蒜瓣，一小半一小半的，香啊，又鲜又嫩，哎呦，的哈，胃部。它里面是它一些没有消化完的藻类，好，可以吃可以不吃，怕腥的你就给它摘掉。然后这个哈是它的边裙边啊，可以包可以那个炒辣椒涮火锅都行。哇，这个是它的月牙黄，身份的象征，看到没？肥啊，就是最肥哈。这边两边的腮叶是它的那个过滤海水的啊，过滤海水的，知道吗？这个是它的那个大肉丁。大白丁可以辣丝的，哇，其实哈都可以吃，一口一个，看，哎呀，我们家这牛排啊，瞅瞅，哇塞，哇塞。这个是肥油精，哎呀，我老喜欢吃这个肥油精了，知道吗？我喜欢做的浓稠一点，浓稠一点哈，因为它是优质大米做的，知道吗？有那种米的浓稠香，小汤一配，哎呀，看。今天这米线再放点汤，多煮一会儿应该更香。今天煮的时间短。哎呀，这边这个带肥肉筋，好。哇塞！配点这个小黑胡椒。哎呀，瞅瞅，外焦里的爆汁香，吃在嘴巴里面那种幸福感，姐妹们溢于言表。配着这个小肥油精呢啊，蘸上一口，蘸上一口。太香了，姐妹们知道吗？吃肉是最幸福的。哇塞！哎呀，太香了，我已经流口水了。哇塞，怎么可以这么好吃啊？
不行了，不行了。蘸上一口这个小汤汁啊，嗯，来上这个香菜跟这小黄瓜，太满足了！我跟你说，吃的停不下来，个个带劲带骨，特别有嚼劲，吃起来特别满足，太棒了！嗯。哇，哇，嗯，像大元宝，嗯，哇。它里面有一种胶状物质，嚼起来好滑腻不油腻，有嚼劲但不干柴，哇，你看能听到声音，有点烫，各扇贝口感不一样。要过年了，今天来一个发财大帝王蟹。哇，一窝啊！提前祝大家新年快乐，发财大蟹。哇，这玩意儿老贵了。哎呀，这一条腿好几百啊。嗯，咱这，哎呀，一条腿都得好几百大呀。哎呀，看我，我靠，嫩死了！来，给你吃吧。真的假的？对我这么好吗？过年了，对你好点。哇塞！今天我吃个小腿，小腿也是肉。哇！过年一定要记得吃肉。人都给你吃，你就吃完，你都还不舍得吃了。吃了。它贵哦。我分几口吃。啊，看好了！哇！这样稍微凉一会儿了啊，嗯，哎呀，哎呀，这感觉这贼爽！你这小菠菜、小生菜，变成这调料一涮哈，都格外好吃。嗯，啥肉都没眼看，就爱吃这米线，挑出来吃。